这里就是建筑系的设计院。嘉诚2003年从这里毕业。望着熟悉的大楼，那一刻，多么希望嘉诚可以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。 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下楼去。孙小晶，谁呀？这个孙小晶，他原来是这一届的。你认识他呀？嗯，我认识他，但他不认识我。他呀，是我们学生会前任会长，建筑系客座教师的女儿。我们学生会里啊，有好多他的照片，大美人，好多人追。 我等了一夜，没想到我老公当时的女朋友宋小晶出现了。小姐，咖啡。我下午还得回去上班呢。你是不是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啊？快说，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哎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嘉诚工作太忙了，我就是闲得无聊，所以找你们俩来陪陪我。你的嘉诚啊，实在是太优秀了，你已经把他从凤凰男变成一个钻石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，大小姐？小地方出来打拼的人，天天忙工作。就是啊，哎，对了，你也该提醒提醒嘉诚结婚的事儿了。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公司马上分房子，我也可以帮他一点，再加上我们家也可以支持我们。 嗯，我想着明年吧。他不会是拖着故意不想跟你结婚吧？他不跟我宋小晶结婚，他想跟谁结婚啊？平时除了忙工作就是来找我，可粘人了。只是我们俩还没有聊到结婚这件事。我觉得啊，像嘉诚这种人啊，你应该给他一点提示。什么提示啊？比如你可以在他家的茶几上面放一些婚姻的杂志。 要么就是路过珠宝店的时候，感觉很向往的样子，但是你就是不进去。你说我只是觉得很漂亮而已。要么就是给他一点家的感觉，情侣拖鞋、杯子、枕套、抱枕都可以放在家里面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家的感觉。啊，这个叶嘉诚被我从凤凰男改造成钻石男，我可不能让他飞了。那是可不嘛。欢迎光临。你谁啊？我刚好路过这儿，路过。你可是已经路过我一天了，别以为我没有发现你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其实我是仰慕您的一个小师妹，宋师姐，你好。别再跟踪我了啊！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情急之下，竟然跟宋小晶说了谎，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嘉诚。